已经点完名的
确实点完名的，请蹲下。还有一些同学后面在慢慢唱的，现在是紧急状况，请你要听老师的指挥。还没有蹲下的班级请动作加快，我们这一场的演练即将要结束，如果你还站着，我们可能就很难。是我已经完成了。小朋友今天呢、表现得非常的好，比上一次的演习呢还要更镇定、更安静。但是呢，主任发现，在走的过程当中，上期有讲过说，处于不跑不推，结果呢在路上就有一个小朋友，他是用跑的，我们是要用快速的走，但是他跑不小心跌倒了，都还没有到避难所他就已经受伤了。所以小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要诀，嘴巴闭上不说话，不推挤，而且呢是不跑步，要迅速的到达避难的场所。好，今天小朋友表现得非常好。另外有一点呢，主任要提醒的，有的小朋友呢，他拿到了遮蔽物的时候保护头部，小朋友都很不错，都拿着课本来保护我们的头部，但是主任还发现有一个小朋友拿字典，哦，这个就太厚重，而且字典的它的面积也不够大，所以呢我们还是以我们的课本可以随手拿得到的以为原则。好，今天小朋友表现的都很不错。好，现在呢主任在这边要感谢老师们的指导之外，也要感谢小朋友今天能够做这样子的演习跟配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呢就要准备进教室了。今天是我们全国都是有做这样子的演习，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演习已经是顺利的完成。好，现在好，请起立，回去的时候同样要保持这样子的要领，不移不推不跑。好，现在请各班老师把小朋友带回去，谢谢各位老师。